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万火之欧147:161，47:49。元神 5.0 的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任务加逃侠加全成就加探索度 100%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。我们从上一批开的这个传声点继续啊，我们来到这个传声点之后，转向西北方向，那么一天会地图左上方无必从，而且这里有一个发光的这个纹路，所以我们跑过去。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区人给它清一下呀，尖洞无暗下。这里清完怪之后啊，在旁边这里有一个符文，来这边的这个地龙，然后打来这个发光点。好，这里会出现一只鸡，我们跟着这个鸡，这里摸一下，要跟着它。所以这里一会又经过一个这个地震波，所以打压会出现一个这个死核。好，捡起之后我们继续往前，自己再摸一下，哎，然后这个前方这个木桥啊，这里左转。好，这里看向前方这个墙面啊，这里有一个大岩峰，我们要贴着这个墙啊，这里绕过去，然后碰到这个水。好，这里炸一下。好，这里面是一个水神通，然后我们这里赶紧贴着这墙面，然后这里往左边这里绕上去。好，下一周啊，我们这里再碰一下这个鸡，这是第二只。好，它往对面走之后，我们先不管它，我们这里下来切换成我们这个人的形态。好，在这个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这里地图朝下方看啊，在下方平台这里有一个石盒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转向东北方向，地图右上方，这里直接往前飞。好，这里碰一下这个鸡，牙送归位。好，这里还差最后一个，我们转向这个南方向，地图下方，沿着水路往前走。好，下一个鸡的话就在这个河对岸。那这个河对岸有几个丘人啊？有把怪清一下。好，这里清完怪之后啊，我们碰一下个鸡，然后在我们这个东方向地腿右边加它蹄，变成这个蜥蜴。好，然后这里我们做一下这个鸡。哎呀，哎，哦，好，这里三个鸡归位之后啊，这个门就开了，里面有三个宝箱，还有两个死盒子，对吧？啊，这里直接变成人吧。好，这里我们要进去，然后这两个死盒子，还有这个两个金饰，一个华丽，散落的财物，无声的线索，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。呀，魔币星机，自己往前走，来到我们之前拿那个地龙的地方。好，在我们校房这里，来这里我们点击切换。好，然后转向西北方向，地图左上方。这里我们要爬一下这个山，自己往上爬。好，这里爬山来说啊，转向这个西北方向，地图左上方，然后前往这个树的背后，在这里有一个镇守，瞧我呀，亲王怪，来拿到宝箱，然后这里再重新附着这个龙身上，无声的信使，然后转向这个西北方向，地图左上方。好，在前往这里有一个镇守啊，这里我们先把这个龙先停到这旁边。好，这里我们走过来，行过来清怪，一清完怪来拿到宝箱，宝箱也能，然后我们这里再朝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这里重新附着到这个龙身上，然后在旁边这里啊，旁边这里可以补充我们这个燃料。好，补充完之后我们再转向西北方向地图的左上方，自己滚下来。好，这里下方这里还有一个这个补燃料地方，
然后我们转向东北方向，地图的右上方，在这个矿石旁边，在这里地上有个地震博网，我们这里撞一下，好，它会出现这个右鼠，我们跟着这个右鼠，跟着它，好，它会在这个石柱这里归位，好，然后紧接着西北方向，地图的左上方，在前方这个石头上有几个矿石，在这个最顶上啊，这里我们打一下，好，打碎咒会出现第二个这个右鼠，我们先不管它，转向这个西方向，地图左边，这里楼梯上来，从这个窗户这里进去，好，在这个房间里面，这里有很多这个甲虫啊，还有这个牵引钩，当然我们点击这个牵引钩，膝盖拿到手上，好，拿到手上之后啊，我们在这里出来，从这窗口这里出去，好，这里来到我们这个正后方啊，就是这个木桩背后，在这里有个箱子，我安装这个牵引钩，好，安装上去之后啊，在西方的地图左边，这里切换一下这个狐狸，好，这里的话我们按下一，把这个箱子给它拉出来，好，让这个第三个右鼠这里出来，然后跟着它，好，它归位之后啊，我们再转向这个东方向，地腿右边这里勾过去，在这里有一个镇守，好吧，哎呦，帮守一下，哦好，哦，这里清完怪之后拿到宝箱，然后西北方向，横地图左上方全部好的东西，这里往前走，在前方这里还有一颗镇守，清完怪来拿到宝箱，不虚此行，那么再转向这个西方的地图左边，好，在这个木板底下，这里有一个闪光点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右鼠，接着打矿石出现的，这里跟着它，然后继续调查，好，这里三个右鼠归位之后会出现一个华丽，好，旁边会出现这个石头啊，这里也是有这个成就啊，不过我不是很会打，到时候我最后面会补个合集啊，这里就先不打了，好，这里我们出来来开启这个华丽的宝箱，然后华丽宝箱之后啊，我们再转向西方向，地图左边，所以我们要重新附着到这个地笼上，好，这里我们要进到这个树桩里面，接进来，好，进来之后在这里有个地震波，在这里是个石盒，好，那捡起来之后啊，我们这里要从外面，然后木桩外面这里往上爬，好，在木桩顶上，在这里有一个火神童，那捡起这个火神童之后，在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好，在下面这个狐狸的旁边，这里还有一个竞争博，这里是另外一个这个石盒，然后捡起之后我们再往东方向地腿右边，这里继续往前走，这里大家尽量保证自己燃料是满的，因为我们要爬山，好，所以顺着路往前，好，注意左前方，左前方这个路灯，路灯旁边有一个石盒子，好，捡起之后我们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，这里我们要爬山，所以往上爬，在这个悬崖上有一个火神通，好，那捡起左往东方向地腿右边，所以直接切成这个人形态，好，往前，这里去开一下这个山顶上这个传送点，这边就直接爬就可以了，这里不是很高，臂力牵阵，来开启这个传送点，然后旁边就有个宝箱，移出去，然后开启的时候就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往正下方看啊，在下方这里有一个镇守，呵，群王怪来拿到宝箱，我们再转向这个南方向移地图下方，好，在前方这里有个狐狸魂，这里附身，然后前方这里有个钩子，好，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，
所以是由钩子这里往前。好，这里钩子旁边会有这个10 M， 我们打一下这10 M， 用攻击打一下。好，打了之后我们继续往东南方向，地图右下方直接继续往前勾。如果你这里只出现一个10 M， 后面没出的话，你们再从头从那个第一个开始重新勾就可以了，它这个有 bug 的。好，然后这里继续往前也继续打。好，打了3史莱姆之后就会出现这个宝箱，那开启了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直接挂到对面。好，在前往这个盗宝团这里有一个这个死盒子流星，好吧，捡起之后往东方向地图右边，哎，自己拉过去。那这里有一个镇守宝箱，亲王怪来拿宝箱，快没解，然后这里再重新附着排长，这不好喝的，然后转向这个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，就往前勾勾过去。好，这桥上这里有很多火元素防备啊，所以先来到这个宝箱正中间。好，这里的话我们往西方向丢左边啊，这里按照逆时针的方向，这里只需要打1、2、4，好吧，第三个跟第五个不用点。好，这里第一个第二个啊，然后再是第四个呀，好，就可以完成解谜拿宝箱。好，然后这里再重新附着这个福利，然后写这里原路返回朝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。好，这里我们回到上一个镇所的位置，往北方向地图上方也继续往前勾。好，在前往这个石柱旁边有一个镇守宝箱，来过来清一下，亲王怪来拿宝箱，快没，然后这里我们回头重新附着，我好我的宝箱。好，这里我们要用这个二段跳勾到这个大水怪上方，一爬上来，在这里有一个这个一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反正大家交互一下，阿姨交互一下。好，出现一个宝箱，